林敬涵一垒方向的滚地球，朱祥林要记手背上的失误了。这个球打得扎实，郭天信往后推，哇哦 ，nice play， 把陈杰宪这个打得强劲的平飞球给没收掉，就连陈杰宪都来向这位小老弟致敬。接得漂亮啊！这个这一球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 play 啊、哦。我感觉上一开始守得比较浅一些啊，赶紧往后退，最后跳起来，对，把球给收进手套。我这球如果没接到，以陈杰宪的脚程，说不定还有可能跑三垒，甚至场内全垒打。真的是空中抓鸟！哇哦，空中来一个大翻身。郭天信 ，nice play， 耶、yeah ！垒上跑者走了，全浩伟传二垒 ，safe。两好两坏，诸神拉弓箭。严泽纯一 K 掉了苏智杰，也结束了九局上半。同一师队的攻势没有能够再添分数，待会儿来看九局下半龙队的最后反攻。